嘿、hey,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不逃走的鱼木鱼二小铃铛。嘿、hey, 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我的世界最后两个人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评论订阅和推荐，谢谢。谢谢，来吧，咱们先回顾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。上期的视频咱们是发现了一片新的区域，似乎是这些丧尸感染的源头，对吧？叫做死海跟死沙、嗯、咱们靠近之后那东西夺命的。对呀、啊、它应该是有很强大很致命的那个辐射，所以咱们一靠近人就没了。是、啊、小心身后。咱们现在还是身处这片区域，找一下看附近有没有地铁，有地铁的话咱们乘坐地铁看能不能远离这片区域。好的，走吧。当然去找那个地铁的时候，咱们身上不是有那个空投召唤器吗？嗯，给它用了吧。军用空投，医用空投，先用医用吧。哇、哦、你看空投箱。嗯，看到没？没看到，你在哪？我在外面。哇，好多肾上腺素，还有绷带。哦，看到了，你拿一下。还有小手枪。炸弹，后面的，后面的，你拿炸弹干什么？还给我。 AK47 你拿一下。我没拿东西。你可以拿这把枪，它伤害最伤害有八点的 C4 炸弹、嗯、这炸弹不能叠加。什么声音？又没听到什么声音，啊啊啊啊，这样的声音、啊、不是很正常吗？十倍镜，战术吉利套。哎，我把什么东西丢进去了？消音器，没什么用。完了，我好像装了个 C4 装在这个石头里面，空投里面，还能回收吗？哎，可以，走吧。下雨了，走吧。小心点啊，感染的小狼狗。继续往这边走，看这里有个大坑。鼠王小心点。感染危险品，后面有一只狗。怎么逮着我咬？真菌丧尸，又来一只鼠王，小心点。嗯，它存活在我身上。那我这有延迟吗？我怎么总感觉打不着人？稳毒丧尸，哇，半身僵尸。快走快走快走，不要在这停留，我又流血了。有点绷带。哎，这个地方是吗？这个地方有那个，快坐矿车，坐矿车。我没看到矿车在哪。你先坐矿车啊。哦，坐一个是吧？肯定啊。我的天，好多丧尸。我去房子里坐吧。等一下，先进房子里面去。TP 我。好，你先坐矿车。黑了，眼睛黑了，没有木板了。你那边有木板吗？你猜。我这边有两个，还差一个，两个。你去外面撸啊。我应该有合身台吧？没有，我去外面撸。复活者，猛毒僵尸。拜托，不要有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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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念叨什么？我在外面撸树，被怪给打的不要不要的。够了吗？做两个矿车。没有，没撸到。呵，被打的老惨了，就回来了。合成下弹夹。
你现在已经不是蓝胖子了。已经不中用了，没办法，这怪太强大了。不是个合格的工具人了，跟怪没关系，是你自己的原因。行，是我的原因，是我的原因，这怎么搞呀？我只有两块木板。唉，出来撸吧。这边有原木。哥，你撸，你快撸，你快撸。我撸你个头啊！我没有斧头，我撸个毛线呀。绝了。好了，走了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来坐啊，肯定就近啊。我来了呀，我来了呀。好了，坐啥来着？矿车。哦，矿车呀，咋坐来着？把铁锭给我。哎呦！吓我一跳。BGM 安排上吧，走，幽灵上司。快快跟上，哥加油，走得好慢啊。哇，这里好黑，拿上火把就行了。我朝你反方向跑了。你快跟着我啊，就你那能力你能生存下去吗？我朝你反方向跑了，咱们可能要分道扬镳了。就此我懒得理你，待会遇到危险的时候不要叫我。没事，我可以 TP 你啊。怎么我这边这么安静？我这边好多怪。我这边好安静啊，安静的有点奇怪。这边没有大 boss。 真的？就刚刚看到了几只丧尸，然后一只丧尸都没看到了。我这边现在也没有丧尸了。是困难吗？哎呦，哎，别往回走。突然出现在我眼前，吓我一跳。刚刚好危险，前面不知道有什么等待。哇，好多恐怖的怪物。哇，听到你的声音了吗？又一个，你别下来，不能跟他们纠缠，我直接跑。开始躲起来了。我感觉我在转圈圈。哎，他们一直在我背后追。拆除者，我这是到哪儿了？再继续往前走。好狗不挡道，你给我死去！哥，什么东西刚刚踹了我一脚？我到你那边去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了，太吓人了，我直接往这边走了。哎，我这是上去的路。好黑。你是不是也在我这边啊？我这应该是安全的。等一下，打一针生生仙术。
像我刚刚也是从这边过来的。还是死杀！小心，周围都丧尸汇聚过来了。嗯。不要，我打到你了。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打到你了。你打我干什么？什么仇什么怨？周围有房子吗？你不要欺负我啊！找个房子进去。嗯，就这吧。这有玻璃，快打开！我到房子里了。快封起来！这什么东西？先把房子点亮。我这房子好大啊，好黑啊，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哎，这中间有什么？哇，你是不是又踩死杀上面了？我不知道，等一下，这里沙袋肯定不能踩啊，铁丝网片，这是尸体。哦，有钱，奇异之冠，把什么东西丢掉？这个破布。哦，这个人真有钱，你看。500块一捆的，我知道，我刚刚也拿到一捆，你自己拿着。还有一个头盔，还有一个那个皇冠，我把这皇冠看是能不能戴上。我可以戴上，给了我夜视效果。嗯，挺好的呀。哇，有怪。哇，你戴起挺带劲的，挺好看的。我有夜视了，这样就不用火把了，挺好的。这我有箱子，旁边有箱子，小心不要碰那个沙子。嗯，呵呵，谁在笑？女巫的笑声。哇，还有猎人。哇，妈呀妈呀妈呀，快跑。怎么这么多女巫？跟你打他们。打死了。我一直在扫血。哇，这有两个奖励箱，有面包，还有马铃薯。我被丧尸感染了病毒，是不是那个丧尸医生？我先注射一个夜视药，用血清。好的。嗯，血清被用完了。我好疼！把东西整理一下。我刚捡到一个这个东西。你先拿着，等一下，我合成一下弹夹，帮我看着周围。嗯，有血清了。这皇冠也有耐久的，不过很好看呀，真的。怎么猎人打不完啊？猎人棒拿着。这个心你不要吗？不要，我拿走了。这有刷怪龙。嗯，好。先把刷怪龙撸了。哇，绝对是有刷怪龙的。我身上没有稿子，快乐撸。我也没有稿子，我之前给你了。合，哦哦哦，我先合成一下。对的。有个怪。刷怪龙好难撸啊！你是不是又感染了？我又感染了。你有毒吧？我也不知道。
感觉我玩了个寂寞。苹果、金锭、红石，我有生牛肉，我拿吧，这个我可以带回去。我拿了。我把这箱子撸掉两个，然后带回去。往上走。好多东西啊，都是需要的。这里没东西。走，继续往上，上面好像被拦起来了，已经到楼顶了。到楼顶了。哦，前面是一片沙漠。天亮了再看吧。哇，这个女上司有毒。咱们要往这边走，那边是金合欢。我怎么还是感染丧尸病毒的？快打血清啊！打了呀，没用啊，是打的是中毒的血清吧？难道是中毒的血清？哇，这子弹居然能穿透玻璃！我这箱子放的怎么不对？你身上还有方块吗？把这入口给它堵起来。还有四个。把这入口堵起来，咱们这期时间差不多了。就先结束了吧，然后下期咱们往日出的方向走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